把闹钟都关掉，打破相对论，时间观念自己创造。八点要见面，凌晨还在听的撩妹，十点才出现嬉皮笑脸是标配，没睡饱就出门这样不好。喂，啊你人嘞？不是要录音？好，快点快点快点。铃是电话响的声音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贯彻我的身心，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是重要的日子，数不清是第几次又要被你当成骗子。昨天真的累，害我今天真的忙，这种故事的开头每次都摆得很长。换个话题，大明湖是故意，省略我又迟到转移你的注意。意外总是来得太突然，想要解释但你表情太粗残。抓雷弹，先冷静别冲动，再给我几秒钟，我喘气我装弱，我起手先使用情勒的手段，高超交际的手腕，做着胡乱话术在旋转，眼神在躲闪，必杀技是请你今天的午饭。狼嘞狼嘞，你今嘛伫咧对，坐稳踏车，到底是咧讲啥话？狼嘞狼嘞，你今嘛伫咧对，嘴巴狗血，卖阁教我做笑诶。狼嘞狼嘞，你今嘛伫咧对，袂记时间，拢袂尴尬就歹势。狼嘞狼嘞，你今嘛到底是去对？安尼帮我一个人 feel so lonely。接下来轮到迟到王二号，憋到我肯定是你这周的噩耗，睡到没有分寸，把闹钟都关掉，打破相对论，时间观念自己创造。八点要见面，凌晨还在听的撩妹，十点才出现嬉皮笑脸是标配，没睡饱就出门这样不好，健康是基本，身体要顾好。关于迟到，我有甲级的证照，职业迟到大师，满级的账号，脸不红气不喘，用借口来武装，剧情的发展用各种谎言来组装。街头的兄弟都很饿，他们超会忍，当我朋友的特色就是要超会等。我们之间的友谊讲求尊包友，哎，你们这次等我真的撑超久。狼嘞狼嘞，你今嘛伫咧对，坐稳踏车，到底是咧讲啥话？狼嘞狼嘞，你今嘛伫咧对，嘴巴狗血，卖阁教我做笑诶。狼嘞狼嘞，你今嘛伫咧对，袂记时间，拢袂尴尬就歹势。狼嘞狼嘞，你今嘛到底是去对？安尼帮我一个人 feel so easy。是小事从容不匆忙，你是比掉他是小智漫长又荒唐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迟到王，接下来这段叫他大声一起唱。迟到王，迟到王，大家都到了他还在赖床。迟到王，迟到王，磨练多年的专业是放羊。迟到王，迟到王，做的梦太大睡得太猖狂。迟到王，迟到王，看这段友情还能走多长。我疯了，操你看有看我！你真的换得完欸，我根本他妈乱穿，超级好笑！看我看超级好笑，我看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我看根本是整人大节目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